一二三，嘿！各位朋友们，大家好。现在我手上的这个就是传说中的卡拉轰天雷，全白款，全台均一价两颗为一组6960，有兴趣的到我们莫爱多官网。今天不准领。禁止业配，禁止业配。目前正在发生的是我们的未来，不是是现在就是巨星的罗俊硕，罗俊硕，我们可以不要用两只麦一起讲话吗？他这样太吵了。他会在我们的落雨松区带来一连八首。等一下，落雨松是差点，不要一人，我还要下去。一连八首，我不要。掌声欢呼声够大了，我们加送炸鸡，加送炸鸡，加送莎莎的蓝莓果酱。水到田中间为大家献唱哦，水到田，因为我们这个是双西嘛，对不对？因为它是西味，西味艺人走在这边特别有这个气氛。谁认识你爱上的情歌，在你的自动播放其他的情歌，也许有点爱听到色情歌。Please tell me how you doing, how you doing, doing。 尖叫声给他。哇，很开心可以在这个山林里面还可以感受到小巨蛋的气氛，谢谢大家，希望你们觉得今天的饮料好喝。好不好喝啊？好喝。加喝加喝。合唱要不要啊？哎，好，我们下一位歌手已经来到现场了，欢迎曾沛慈，让我们欢迎我们的北一女天后。对，哇，你看她就走这个台步啊。要干嘛？要干嘛？来了，好，我们要在这边献唱一曲。请问今天有爱心加购的朋友举个手，让我看到好吗？谢谢你们的爱心，因为为了感谢你们的爱心，不然我今天接受点歌好了。好，我点，我点，哎，点那个那个挖呀挖呀挖，哎，好，在小小的花园里面。我听不见，在小小的花园里面，挖呀挖呀挖，种小小的种子，开小小的花。你们今天来到的地方叫做绿之地，这个东西饮料好吃好喝的都给我尖叫声！接下来，谢谢大家欣赏我的 rap。接下来一位，让我们欢迎今天的小帮手。哎，这个等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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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掌声不够大，我是不会请他出来。尖叫声，尖叫声！我们敲通告敲很久。帮专，让我们欢迎发新专辑的，发新专辑以及要办演唱的郭富城。好，大家好，大家，哇，好大声哦！对，很大，好大声哦！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我是郭富城，我今天的那个。他营业中的小帮手，唱一段，唱一段，唱一段，可以，没问题。主打歌，那我就唱一首。当我变成我们，送给你们。耶！当女孩变成女人，她陪你走过苦涩。当青春渐渐消失，她依然不会迷失。当男孩变成男人，她终于不再浮沉。爱不会只剩心事，我依然爱你如此，让爱变成我们。谢谢，掌声欢迎。还有下一位歌手，好，紧接着下一位歌手，他不是别人，你可能以为他是厨师，但他的真实身份是歌手，欢迎李玉玺。来，欢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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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干嘛？欢迎欢迎，唱歌啊。唱歌啊！玉玺说他今天要为大家带来一首《求佛欢呼声》。求佛怎么唱？我们还能不能能不？我们还能不能能不能再见面？我能能能能能走了几千年。好，版权只能到这里。好，谢谢，谢谢大家。哎，还有下一位歌手吗？康哥，康哥。不用，我不是歌手。好，康哥，他是我们最资深的，最资深唱片歌手。唱片歌手，哎，不要吹冷气，欢迎我们的督导康哥。我配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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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样可以吗？这样来啊！欢迎收看《国光帮帮忙》。好，来，
那个，请问一下你。唱歌啦。啊，唱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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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我就唱我的成名曲。来来来，虽然你们都没有听过，但是在我内心中是我的成名曲。哟呵，来哦，好唱，加油！肃静，肃静，肃静，肃什么静啊？肃静。所以你最近要开？不知道小何不知道开北流。啊，对你生日啊，大家可以去玩吗？生日后大家可以去玩，当然可以去玩。所有人，当然可以啊。哎，我们可以一起上去唱个 Colorful 可以吧？真的假的？可以吧？可以吧？你们真的要来吗？可以啊。我觉得你们要来，我们不能唱 Colorful， 我们要唱一点代表性的。那唱那哪一个？走在台北下雨的街头，哎，什么？没有一句对的。这是什么歌？怎样是什么歌？是不是？唱给我们听。一场下雨吗？是走在台北的一场下雨，一大大雨，没有一句对的，可以唱一句。是走在台北的走在台北的一场大雨。这会原唱啊？走在台北的一场大雨，走在台北一场大雨。这我也是念错八遍之后才会。你知道是谁吗？谁唱谁？唱歌吗？我应该听过，我应该听过，我等下马上去听。那是1993年的歌，我出生那年的歌。走在台北下雨的街头，没有，走在台北的一场大雨。哦，余文老师填的词哎，歌这首有版权吗？他不会，他本人也没有版权，他本人应该也没有版权，也被收回了，版权应该已经被收走，重置了。啊，副歌了。走在台北的一场大雨里，大雨里。走在台北的一场，想象一下，有雨有雨。台北现在真的下大雨哦。下雨了。我的身边已经不能没有你。谢谢，剩下的忘记喽。因为是三十年前的歌曲。好久好久。那其实呢，我们还有一位歌手。他的名字叫袁浩，哎，他不见了，绕跑，很想当歌手，聪明，自己先跑到里面躲起来。袁浩，绕跑袁浩啊！浩哥，你们出来跟大家讲话，嗯，讲话，讲讲话嘛，讲讲话，我们都去了，来来来来来，浩哥，讲什么话？我是要唱歌，好不好？哦，对，浩哥说他要唱歌啊，你帮我放哪里？我不要。谢谢大家来到我们绿之底，希望大家今天都有一个非常快乐的一天。耶！然后呢，我们这个地方啊，不只是我们在荧光幕前的这一群人所打造出来的，还有我后面的非常辛苦的工作团队。谢谢大家哦！炸鸡好不好吃？那我们厨房先去忙了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希望大家今天玩得开心，耶！继续逛起来。